那个单子可是开的。下不了。啊。这个的单子我们买了，他就干。啊。啊，不整了，不整了，不整了啊！啊。看了三天我就想了拍一拍，真是拍的。长了咋没来呀？没了，没看到了咋子？啊，不动不动啊！买的好大，虫子满天飞。啊。有些什么抓崽崽的呀？啊，不是抓崽崽，要拍崽崽。啊。啊。啊啊不懂哎啊啊好别动别动啊不懂不懂不懂啊啊啊弄啥子弄啥子啊啊啊还动吧不要动啊啊你了牛，你记个十斤的哈？啊，我十斤哪行？你要记下的，因为你不记下来，我就你就消不得那牛、啊，好久你就可以。一般是二十天。二十天左右。嗯、啊，上下停不两天，二十天上下停不两天、嗯，左右。他换了一期都是蛮好，他那么多小公牛的，他喜欢哪个的话就消的。你不能要那个要起的公牛换了一期，要起公牛你最好把它管了点。地上要是那公牛，生下来的崽子还不有这个牛的。你们俩？哦，还不有这个牛婆呀，大大的。以后那中公牛它不，毕竟还是中公牛，中公牛它还是大些的嘞。因为你这个不是中公牛啊。我跟你讲，你看它驮得那么高，肯定是这个牛以后养壮肯定是蛮大的。要是没养壮嘛，那牛。看见了。嗯。